My God, Titanic 2.0. Oh my God. 船身直直撞向冰山，碎块翻出海面。拍下影片的班杰明不断大喊：“我的天哪！”因为冰山大小超乎他的想象。 Like it just was sort of really small. I'm like, oh, it's just a little one, and it just got bigger and bigger and bigger as it went past. 游轮发言人表示，当时雾气浓厚，能见度受限，才会导致船身和一座小冰山碰撞。 It's like someone slamming a door, really. Like that's the biggest sound. 船身受损，不得不取消原定行程，掉头回去西雅图维修。乘客旅程被迫提早结束，不过幸好有惊无险，没有人受伤。而另一艘备受瞩目的游轮，就是迪士尼10年来推出的首座游轮“愿望号”。 延续迪士尼的宗旨，梦想实现的地方，这艘游轮也搭上元宇宙热潮，利用虚拟实境技术增强互动体验。乘客能够简单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和迪士尼角色展开互动。迪士尼执行长也期许透过这艘愿望号扭转疫情之间的财务亏损，并带领迪士尼朝元宇宙迈开第一步。记者刘佳瑜报道。